们在政策白皮书里面就有提到的青年的四大面向，其中有一个面向就是让青年有居住者有他的房子，所以我们会提出青年住宅的方案。这个跟我年轻的时候到台北去，到不同的地方去的一个经验有一些关系。我记得我当时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在利物浦大学读书，我们利物浦市就设置了一个叫做青年住宅，所以我们的学生如果他想要在那边租个房子买个房子，他可以在市政府那边登记，只要他符合市政府的说你不是富豪之子，你不是家财万贯的人，你是家务横产的人，你就可以来登记，那我们就可以住在这个青年住宅，让我们自己住在自己的房子更加的安心。我记得我在25岁的时候，我在台北，当时高考及格，我当时在教育部工作，我就去申请了我们的国宅。那这个国宅其实转换到现在可以转为叫做青年住宅，让我们的青年朋友，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房子20几平，那一般来讲我们的那个外面的那个房子可能都已经到了1000多万，那时候我们那个地区的，但是呢只要是我们符合买国宅的年轻的朋友，他就可以以600多万就来买这个房子，那对于那个在台北工作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同样的，在台南很多的青年朋友也跟我讲说，他们要不吃不喝20年才买得起一栋房子，那我们就希望说以最低的成本跟我们的建筑界的那个厂商做相关的一个合作，我们有青年的住宅的方案，我们以成本价的方式提供给青年朋友做这样子一个住者有其屋，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青年住宅的方案。所以我们希望青年朋友能够跟留台南，让青年朋友能够奉献他的青春给这座美丽的都市，因为台南的人口老化其实是全台5都当中的第二名，我们总共占了12.6% 的老人人口都是65岁以上，所以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城市。那我们希望这个城市能够有更多的青年朋友共同来挹注，共同来关心，共同来打拼，共同来开创。谢谢。